咱来请陈思龙团导，你看到伊是一个重度不方便的人，总是伊写一二十本册，咱甲拍一个幕啊，伊即马新出版一本册啊，伫咱的中间，咱来当咱甲伊鼓励一下吼。咱稍微叮当一下，咱走到迄边遐，伊也搁伫遮伫咧嘿。但是伊会当有遐尼大的影响力，这是新的。跟我翻译。好来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因拢听有无要紧，这里讲落去。生命是有限的，但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是属灵生命是永远的。但是属灵的生命是永远的。很多人真神假拜，假神真拜。真侪人真神假拜，假神煞真拜。我的重度脑性麻痹的，我是重度脑性麻痹的。我八岁才会走路，我三八岁才会走路。对，我很埋怨上帝。我过去真埋怨上帝。我进入国中，曾经加入黑社会。我国中毕业，加入黑社会，你是？我一边加入黑社会，我加入黑社会；一边加入教会，一边加入黑社会，一边加入教会。两个都入会，两边拢入会。一个白的，一个黑的，一个白，一个黑。我要看看。哪个比较厉害？我要看到一个比较厉害的。但是在有一个布道会当中，在伫一个布道会中间，是最会骂人的唐总统牧师。那个上高骂人的唐总统牧师，我被他感动。我让他感动是骂醒啦。我真的再一次认识耶稣基督。对呀，开始我真正认识耶稣基督。我再一次的悔改，努力念书。我悔改，努力打拼读册。终于让我念到台大。真严重！毕业，让我读到台大迄个铁学研究所毕业。很多人跌破眼镜，一挂人目镜落破掉了。毕业之后，法务部、教育部接见我。所以，迄、那个了后，法务部、教育部拢调遣我，让我到全国的高中监狱去演讲。哎，我到这个监狱去演讲，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，变成布道会，变做布道会，站在旁边的。校长，边啊到最后边啊个校长，脸都绿了。迄拢变，脸拢变色。赢得30万的学制奖金结束。伫过去的时间，我差不多30万人传福音，信主。30万的。节制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像这样，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限，咱的生命真有限。我们要运用
有限的生命为主而见证。咱来好好善良有限的生命为主最感谢。能不能每个礼拜带你一个人来教会？当每一个礼拜的日子，带一个人来教会。我看你们王牧师的讲道是一流的，大家鼓励一下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彰化每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咱来把福音传到彰化每一个所在。我们要把一间庙变成教会，好不好？咱来努力，让外口的庙变作教会，好吗？我们要宣告，咱来宣告，这个教会，这间教会要成为万人祷告的殿。哎呦，这间教会变作万人祈祷的殿。我们要宣告，咱来宣告，上帝的祝福，圣灵就会充满我们。咱宣告圣神祝福，上帝就会祝福咱，改变我们的生命跟眼光。感谢，改变，改变咱的生命跟眼光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咱三个祈祷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感谢你，这个永不教会。哦，这间永福教会是你祝福的教会，是你祝福的教会，要成为万人祷告的殿，变作众人祈祷的殿。祝福牧师，祝福弟兄姐妹，祝福牧师甲所有兄弟，都能够看见上帝更大的祝福跟荣耀，让人看到上帝更大的祝福跟荣耀。耶稣基督的荣耀要永远降临在这里。耶稣基督的荣耀永远降临在这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感谢，改变，改变我的生命，成为人基的器皿，真多创作的新家的器具。我们祷告，我来你祈祷，奉主的名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感谢荣耀。咱等下落去了后，遐有一挂册，迄拢是家己的著作，愿上帝祝福你，甲买就是对伊的鼓励。